旅行完翻嚟咯，系咯，咁啊，OK 嘅，咪阿方中信唔见行李，我哋咪一齐唔见行李咯，系啊，系啊，跟住唔系唔见，佢系冇上到机，我哋啲行李全部系全部冇上机，系啊，系啊，全部大家去到冇咩，咁冇嘅放假冇所谓噶，搵乜都冇，冇噶，系啊，咁所以当日佢话佢夜晚会飞翻啲行李翻嚟嘅，咁我哋就唔等得，因为佢唔肯送。當晚不肯送回給我們，他說要第二天，那是的，那大家決定自己坐車去機場再拿回來，就是回到酒店就等你到，是的，再回來拿，是的，那 OK 的，整個旅程我們很愉快的，是的，只是肥了三磅而已，這麼少啊，是的，很開心，我想著一定肥死的了，因為在意大利、馬爾他不斷吃意大利粉、吃披薩，我最肥的那些，但是就因為走去了兩個星期，是的，但是不斷走，因為看很多歷史，喺馬爾他好多歷史嘅地方睇啦，咁變咗係每日不停咁行咯，咁去到羅馬又行街係咁行，咁就所以就肥得三磅啫，好彩係啦。滿意啊！好滿意，但最驚我唔係外賣，係經理人最擔心啊嘛。佢話你最尾嗰兩三日你好開始減啦嘛，係啊，唔好食澱粉質，係啊。忍唔到啊嘛！冇啦，去得旅行我唔會忍，同埋生日月啦，係啊，所以都而家唔知點樣安排啲時間。我而家開始約人食晏咯，就唔好約人食晚，其實晚飯都執唔落，即係盡量 keep 住開工前嗰晚就唔好出街食飯，係啦，喺屋企休養。不吃飯係啦，咁跟住就開始啲朋友約就約食 lunch 咯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咁就食幾餐好多喎，哇！有快食啊！我已經食切咗第一個蛋糕噶啦，早幾日係啊，已經切咗一個啦，咁盡量好檢點，佢因為要開工啊，我朋友係啦，我話俾佢聽，佢係俾咗咁大嚿我食嘅。是真的，他说你试一下叫做跟着他们吃完，因为要减肥嘛。